那里面还放了一些好听的音乐，是你喜欢的歌，我喜欢的歌，或是爸爸喜欢的歌。妈妈不在这段时间啊，你要乖乖哦。好。要记得照顾你的宠物。好。尤其是布布，它常常躲起来看不到人，肚子饿了也不会说，猫砂脏了也不会说，所以你要帮妈妈多关心一下布布，去看它的饲料有没有已经见底了。好。然后去看它的猫砂是不是太脏了呢？练习当一个小姐姐，因为很快肚子就要回家喽。好。也要记得提醒爸爸，好喝一点酒。好吗？好，这个就是小姐姐的责任哦。好，妈妈在月子中心一定会很想你。好，所以妈妈录了这个录音带给你，希望晚上一样可以陪着你睡觉。好，你是妈妈最爱最爱的小宝贝。好，妈咪，就算有了 Lucy 以后，好，妈妈还是一样会很爱你。好，所以你不要担心。我们一起好好照顾小露西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这几天妈妈不在，有快要三十天都不在了。那什么时候呢？妈妈很担心你。那什么时候才会在？有没有记得一回家就拿出来叫爸爸帮你洗呢？爸爸早就帮我放进去。爸爸早就帮我放了。现在马上帮你洗。好，妈妈。然后你要自己记得早上起床的时候把它装回餐袋里面。可是妈妈，如果有睡袋要洗了，要记得提醒爸爸。好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了，妈妈准备了一些歌给你听，第一首就是你最喜欢的歌。嗯，听完以后，妈妈还会讲一个故事哦。好。所以，请你准备躺在床上。把被子盖好吧。好吧，你再整条可以吗？妈妈说要躺在床上，对不对？是妈妈送你的礼物还是什么？你喜欢这个礼物吗？哎，妈妈说要躺着睡觉了，不是在玩呢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要答应妈妈躺着听？那是不是要躺着听？你可以躺着唱啊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躺着听哈。张。